你见过什么样的东南？是霞光掩映的九龙湖畔，还是中西合璧的六朝遗址？是禅吟韶光的大草坪，还是秋风落叶的丁家桥87号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迎风捧举，冲上云霄，遇见东南。莘莘学子，恨晨光微兮，上下求索。学者巨擘，给人似星火，胸怀火炬。秉承校训，力学笃行，止于至善。学科交融，齐头并进，日新月异。观古今于须臾，服四海于一瞬。风雨兼程，饮心灵之甘泉，享灵魂之润泽。在这盛放的时光里，让我们一起相约东大。